定妆了、yeah. 然后曼珍姐准备了一人两套，耶、yeah. 啊、还有我的啊，有啊有啊，还有老师的，我是你们新团员，哎、yeah. yeah. 老师也要开演唱会了，对不对？六月10号教室，你们先这个4月28号就可以马上用了，对、yeah. 这有点开箱的感觉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服装，哎呦，所以等一下就来看一下。只有我看过吧，也会穿新牛衫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先试两套，我们4月28号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帅、最好看的表演。哎，4月28号见。